情况怎么样？昨天晚上一宿，只有一辆军用卡车给他家门口停下来搬过东西，其他情况没有。卡车在门口停过？对，停过两次，一次是往车上搬箱子，一次是把箱子从车上搬下来。看样子应该是军用物资。糟了！你们想，王建立身为后勤处长，遮人耳目还来不及呢。 怎么可能在大街上把军用物资往家里倒腾？就算是暂时存放，也应该找个仓库或者其他地方来避嫌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郑兄一定是怕受到监视，以此来掩人耳目。大晚上的，他会去哪儿呢？ 富商黄镇昨晚全家被杀害了，不用说了，指定是郑兄干的。 一定是郑雄拉拢黄镇不成功，所以杀人灭口。他这是在杀一儆百啊！现在必须立即对郑雄采取行动了。我现在就去找刘主任。我跟你一起去。どうだ？この黄瑞は、波とかなり似ているだろう。確かに妹が東京で勉強していなかったとしたら、中国に来たのかと思いますわ。 来させたのは、もしかしてこれを見せるためですか？その通りだ。昨日の行動は本陣を丸め込む予定ではなかった。しかしだな、これは天の与えた好機だ。私が彼女を一目見た瞬間、ある妙案が頭の中に浮かんだのだよ。つまり、私は彼女の代わり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？でも、 彼女はただの工事ですよ。そんなことで何か意味はあるのですか？非常にある。彼女に我々の障害を取り除いてもらおう。我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了贾志杰，但是他坚持说王建立没有问题，不肯立刻采取措施，只是答应加紧时间调查。 这分明就是他的托词罢了。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，关系复杂，像王建立这种既管物资又管金钱的人，如果要对他采取行动的话，会牵扯到许多人的神经。贾志杰这种态度，并不奇怪。刘主任，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放任他们，顾虑他们的感受了，必须当机立断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已经把情况写了通报，以周副主任的名义寄给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。再等一等吧。 接后勤部王处长，所有人都要记住，一旦暴露行踪，必须杀身成仁，绝不能留活口，明白吗？好，出发。喂，王处长。哦，贾司令。你实话告诉我。 你是不是和日本人有什么瓜葛？贾司令，绝对没有。听贾司令放心，没有。可共产党方面说你是日本人的内应，并且有照片为证。我是看在你是我老部下的面上，暂时给你压下，没有上报。但是并不排除他们会直接上报给陈长官，甚至是委托。王处长啊，我劝你，要是有什么的话。 还是早做准备吧。哦，多谢多谢，贾司令，你放心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啊。陈司令早就看不惯这个贾志杰了。 何该我们立功？上面有没有批准我们对王建立家进行围剿？已经批了，由光影突击队会同宪兵队具体执行。你立刻回去参与行动。
我亲自把录音交给局座，请他处置。是。又是那个董事长。今回町の友人が我々に住所と具体的状況を提供した。素早く奴の娘を捕まえるのは難しい。この点から見ると我々が敵の内部を叩くのは非常に重要だ。今の戦況はすぐに変わる。お前は必ず定時に我々と連絡を取るん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ご苦労様です。高队长带领宪兵队会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。郑雄和鬼冢老奸巨猾，大家小心。出发。保院的，快！院子已经从四面包围住，夏队长从哪里攻击的合适？就在这儿，炸了他。全面搜查，如遇抵抗，就地击毙。走，快走，快点！快走！什么人啊？院子里面的守卫，不过他们只负责前院，后院不归他们管。还有其他人吗？暂时没有发现。接着问吧。夏队长，这边有情况。这个人是我们军统安排在王建立身边的卧底，他刚才临死前告诉我，王建立的房间里有一条密道，而日本人也在咱们进来之前从那儿撤离了。高队长，先把尸体梳理一下吧。是。走。你们俩。怎么样？刚才在房间里发现一个密室，这个女孩就是被关在密室里。她说她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。爹，爹！先让她平静一下吧。隊長、我々の兵は城門の封鎖前にすでに撤退完了できました。よし、とにかくだ、町での任務はすでに終わっている。さらに彼女も現れた。私の計画に良い土産を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ぞ。现在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去见你顽固不化的父亲吧。やれ。王处长，行动本部马上就要到了，相信你看了以后一定会对皇军的伟大事业更有信心了。妹妹，你刚才说你的父亲叫黄震。对，我爹叫黄震，他与日本人周旋，想办法让我逃走。他们杀了我爹和我家里其他的人，虽然我藏到了地下室，但还是被他们发现又抓了起来。我现在
我现在成了孤儿，爹，别哭了。现在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，你就别太伤心了。你放心，你的家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。对了，你们家在武汉还有别的亲戚吗？我们送你过去。我们家其他的亲戚都搬到了重庆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我也不知道。 他们具体在哪儿？姑娘，我们还是先把你送到收养所吧，然后再帮你慢慢找今天，好吗？我不想去收养所，我想回家。可是妹妹，你现在已经没有家人了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我们也不放心啊。去了收养所，我们会经常去看你，好吗？ 姐姐，我真的不想一个人去收养所，要不你让我跟着你行吗？我不是娇小姐，我会做饭，会补衣服，我什么都会。姑娘，我们要去的是军营，带你不方便，所以还是先把你送到收养所吧。可是。 可是我觉得，只有我跟着你们，我才安全。姐姐，我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了，要不你让我去跟着你参军，行吗？安国，要不咱们先把他带回去吧。我跟小菊，还有他，我们三个人一起住也是可以的。 贾志杰身为党国将领，于大敌当前之际不思为国效力，贪污军饷，舞弊受贿，更有甚者勾结部下与敌人秘密联络充当内应，情节恶劣，法不容情。军事委员会报请委员长批准，从即日起解除贾志杰一切职务，收监看押，以备审查询问。 只是污蔑，我从来没勾结过什么人。有没有不需要对我讲？到时候自然会有人问你。带走。走。王仁妹妹，住这儿还行吗？挺干净的，想不到你们女战士还挺会享受生活。<笑>咱这条件也就这样了，你就将就一下，委屈了。陈静姐，看你说的，我怎么会委屈呢？ 拿来了，我把被褥都拿过来了，都是干净的。哎呀，这枕头怎么坏了？我帮你拿去换一个。哎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你看我笨手笨脚的。没事，真破了，我帮你换一个。哎，那个饭可能也好了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哎，走。刘志，您怎么来了？ 请坐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来武汉这么长时间了，每次都是你去找我，也该我来看看你们了。来而不往，非礼也啊。您太客气了。王建立这个毒瘤，终于被挖出来了。虽然他本人已经逃了，但是终归让敌人失去了在城里一个重要的据点。想必你也听说了，贾志杰已经被撤职查办了。 外患未除，内斗方酣，白白便宜了那帮鬼子。哼，是啊，但是大敌当前，我们还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重雄在城外应该已经培养了一个甚至多个据点，对此我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的。嗯，你说的对，突击队的任务。 是任重道远，现在就有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去完成。您说，苏联航空志愿队今天上午对大别山日军阵地进行了空袭，摧毁了敌人大部分工事和很多的重装武器，但是他们也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反扑。队长伊戈尔的战机受伤，在陆安郊外坠毁。如果他没有牺牲的话，
相信可能会被敌人俘虏。伊格尔和他的航空志愿队为了保护大武汉做了很多的工作，是我们真诚的朋友。国民党当局认为，陆安地区处在日军第二集团军的核心，营救任务极其艰巨，想要放弃。周副主任认为，我们不能放弃朋友，只要有一线的希望。 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。他指名道姓的要求你下安国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。您放心，只要那个伊格尔还活着，我们保证把他带回来。这次任务无疑是在狼嘴里掏食啊，一定要小心。陆安的地下同志会极力的配合你完成任务。目前，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，国民党部队从陆安。 附近山等战略要地相继退出，随着大别山北路的失守，武汉会战将会随时以失败而告终。你们完成任务后，务必立刻返回，这里还需要你们。你安排一下，尽快出发。组织上也调拨了一部分人员协助你们，救出伊格尔后的撤离，组织上也做了安排。期待你们早日凯旋。 黄润妹妹，这里的饭菜吃的习惯吗？陈静姐都吃的习惯，在这别拘束啊，有什么就找我。好，还有我，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。嗯，好。林静，小菊，过来一下。又有什么新任务了？你在这休息，我们出去一下啊。嗯，快走，陈静姐。 就是这样了，老师，三儿，你们俩跟高龙先下去准备一下。那我们呢？小静，你们俩留下。凭什么我俩留下？武汉保卫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郑雄和鬼冢的破坏活动还会继续下去，突击队得留人以防不测。可是我们……小菊，这些命令，陈静姐。 你就愿意他把咱丢下呀？什么叫丢下？难道你还听不出来吗？咱们这儿是不能离开人的。安国，小心一点。这点小事儿，手到擒来。轻敌可不是一件好事儿。放心吧，你也要小心啊。有任何情况，先留着人汇报。 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私自出动，知道吗？我保护陈静姐，你放心。那个黄瑞怎么样？我试探过他，就是一个风一吹就倒的娇小姐。变机灵了，没那么傻了。谁说我傻了？谁说的？我找他去。我说的，行了吧？行了行了，赶紧的，别再耽误事了。 将軍閣下、確定しました。
こいつが我が軍の航空兵隊長を襲ったやつです。中川君、よくやったぞ。会議から帰る前に奴をしっかり生け捕っておけ。はい。私は山の中に敵の秘密空港が隠されていると疑っている。やすやすと我が軍の集中砲火の中から現れるというのか。自ら答えを見つけてやろうと思う。はい。将軍閣下、私は奴からフィルムを見つけました。詳細は不明です。しかし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軍事機密かと。よし、しっかり管理しろ。後でよく調べるぞ。はい。保持沉默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从哪儿起飞的？说。对不起。大哥。大佐，こいつを牢屋に入れましょうか。こいつは特殊班だ。常に俺の目の届く範囲にいてもらう。機密室に入れろ。はい。请问先生，你抓什么药啊？对不起，此等庸医所开的药方，实在不敢恭维。要不事关人命，怕吃出事儿来，牵连到小店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金银花和二花本是医药两名，医生把它当做了两种药，岂不可笑？看来庸医害人呐，多谢提醒。不过我的家人病得很重，我把他的症状跟您讲一讲，还望医生帮我诊断一下。好吧，里面请。我外边还有几个朋友。去，把外边的客人请进来。是，掌柜的，请吧。里面请。请。哎。几位也是请我家先生出诊的吧？哎，快跟我过来。根据观察了解到的情况，这个飞行员被直接带进了鬼子的师团司令部，再没出来，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，就没把他押到外边的监狱看守。不能让小鬼子打死了吧？不大可能，他们应该是想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军事机密。如果真要处死的话，也应该等到他们师团长回来。他们的师团长去了军团司令那里开会，三天后返回。那鬼子司令部情况怎么样？大家看，这是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鬼子司令部的大致情况。他们对这个大院进行了改造，里面肯定住满了大量的军队，而且武器装备精良。那我们的武器呢？我会根据需要全力提供。
怎么又是你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没事跟跳大蹦的叫什么劲呢？快快走走，行了，少废话，快走！哎呀，大飞，走，快快快快快快走！对，送送送，大飞，大飞，快干活！哎，哎，后面站好！大飞呢？收，大飞，收，大飞！哎，收大飞，老头，哎，我家饭杆都满了，快跟我过来！哎，快，来了。捷克轻型机枪，盖德。费心了，老周。哎，没有没有，这玩意儿好啊，这都搁小鬼子屋里炸了多过瘾呢。火力倒是够猛了，但是咱们是搞突袭，带这么多家伙事儿去，合适吗？敌众我寡，合适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目标会关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离前门比较近，鬼子比较集中。高龙带五个人从后门主动进攻，吸引小鬼的注意力，动静弄大点，让他们一定认为你们会进去，迫使鬼子集中在后门之后，给我们创造营救条件。行。老周，你的人会使用迫击炮吗？没问题。好，三儿，迫击炮归你管，一旦前门的暗堡开火，立刻给我干掉。没问题，我指定把他们整舒服了。好，迫使敌人集中在后门之后，我跟老师马上进去救人。三儿，你火力控制好前门，接应我们出来。好。老周，东门外是荒山，容易转移，我打算从这儿出城。行，看守城门的伪军中有咱们自己的人，这个我负责联络。调整一下，养足精神，晚上行动。哎，老板，有没有扣子？和我身上一样的这种。有倒是有，没带着。要不您跟我回去取一趟，反正路不是太远。行啊，反正我今天也没事，就跟你一块去拿。好，走走吧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这几天有件事情，想来想去，还得请你跟你的兄弟们帮忙。哪方面的？当然是打鬼子了。哦，没问题，家里什么花样都有，随便挑，现在就走。哎，好嘞，行行行。这次你们的任务是把鬼子吸引到后门，千万别恋战。任务完成后，我会发射信号弹，城门外集合，小心点儿。就是往死里霍霍日本人，擅长。
左侧的碉堡交给你了啊。
離れるぞ。第三小隊、出てこい。はい。